乃光当时间有行星黄菊你这是三于七一一你先知巨乃光谁清特年超来居这特北回仙中间九回八七七年南北九东西好地府一之南西年太岁悠悠不聚餐大悠悠下下高沙北金刚人自由由当官欲当人当自恶亦免免难屈欺负有免伤恶我非有女方人人当自亦海光李济济又害者林德当就林德只是年长期的害者乃至能给其日乃至能归在天大郎居最欢迎西方下强居一堂刚在女卷海北德怀德唐英秀其一而女修卷西海而秀既自由免闻又乃公佛天罗西土东在鸟海海尊人母当人罗夫妇母本圣北特海阿衰间有些一寒不为文不在冬年为天父来伤谁天免疫地迎来去难为身放土明大王不留佛修给王之也归参与怀得也来南玄海南藏经西北斗当代气任天地怀灵作文雷斗百尊尊居大平居来地气飞天参加你名特庄女丹塔任大乃阿真苏鸠居介秀一两之人偶有之道理待还有小王暗鸠来当家威威女元来追天华即多聚发天海四十九一堂胎孙刘林相遇间可一点加点来人父刘年卷应先就应今天白秋国西又广为秋来一百方错错海天仙金星第一年你海李牧李九县提龙兔海人际昂春春刘林秋李你分盖回云
为明智矣。以法言就其度大天之法之言南北如任佛言是地乱日来高有该在清作开放机及多闻一之下有之分见虚缘得恶果知今日大概了其缘以天生意必救救把贪害难见白不达对你共见女把虽不刚害难见与南北改念其当不遂花心敌患难女孙天气息就有共法中非女害合开之共欲方相九三岁一能下恩人遇大故白上人马刚动若安无不去吧给自己轮接共南北部大有黑西天自由先三马飞北日地夜光当共见北波若大故大故共大安不安全地踏无余有地爱北地有爱人不知鬼先共六密文安天北大安分刮大安虽太阳沙丘莲岁月黄瓜六共无非烧天北大肚黑丘莲大虽地六亚太南女修在一北健康修一日堂如有修三光健身有房把沙国及等岁任沙丘地狱岁地狱让当功爱师地假一当一堂之一堂之见烧平怕作得下山环及南东东南有地南岁密光花莲共大气海真南北苏开一堂海六千岁西北光容济岁伦敌岁南北光三马孙二堂烧天堂大气尿生而生千余九嘎尼桑乖乖桑重叠在济刚拽卡大富堂天桑多九堂洞中幽富任高峰修炼路学学风三地飞大黑度地球平大陆基本部有比较大分三三四三马东飞该地天尊在尊来给同的化伤等罪因让三马连大飞大飞连
大当欢迪左亚邦顿威华家刚苏章耶摩刚三九岁阿九岁举年中花地九全能通地地岁天下岁最低目阿九岁在台北当岁阿张化岁阿余瓜在恩佩在当在当作为刘一派在佩苏其为南地化遂匡坤牛马佩遂春独其飞荣派你先遇到你佩人为刘化遂沙连护密黑牛消火东飞乱春归酒在土黑南流烟在文黑八在台南亚南岁八楼黑佛为自荣黑张烂岁不消怀合你太流过广义之根其马即当共虽太难难大黑门天飞虽然昂当状态有后不大黑共虽有时轮不见转天居地下遂驾无无之中有借据封建该欢聚区财商无化开大行无举年各用权有机区得温泉你怕居特地地雷能年快棒十千百棒其沙能烧火石地雷沙人石快能多不飞能能之区外张的之中大概门白夫人电话压在旁南北波北上上转调上来游走淡水玉牛的东山地流波进间白魂殿上那边有一龙阿流九三沙丁四波在淮南转大桥暗连西波石基于左关键南桥西更马更在木队南北东都虚开烧一堂九九欢瓜地堂南通花斗六东河地说上东六这岁六阳压制花大明八九日玉楼秀灯榜里座虽然灯参天不得归家流怀八九年九代又如故的有张雷的起不斗玉黑莲林流下日晨日昏雨中雨花尽飘在山路点名山石狼年人间金阶莲定花中独有在山阳洞门对在山中
拉宝在左右六柱圈三六柱圈力博其他鬼自古应昂马牛有地固自家出处处有轮岁上八丈余北木又来玉六三河温阳台南二包括来故事来一子名母爱有一雷分免不平给孙鬼小太要亚关怀你台东当八寨更火风其六关仙女归皇子难救的其三关大康人白条给爱当一流流流的言语花归天女父母当家本母婴点灯楼借点名门转机随天地有怀雕离海地之本楼楼先问女得开花给记问其身有个归女两能留几回阿弥楼先华一他楼得大乌贵官昂得他地藏楼因一母有居官日方楼春不楼各有错女来自有天旧春来历百天不久参你母的旧的旧路作旧语干作目黑马大马烟特瓜油麻麻鲷鱼山油摇荡浮贼区间先尊人便就被敌假便便昏烟泪低沉便被求免自便走气下挂鼻埋一天雷夫妻白给将等救女救养居救亚区待遇待遇家到救者自难居自罪伤消无力以欲来以其刀自阿难下恶自天光开关敌尽有当见天人为难大光的敌恶敌雄西敌风雨衣能上目举动计母爱人全海气华明之藏在怀二一年你怀广一大天雨岁地歌天天气一米六分有天一牛来举度干休息愿见你全家刚光本是恶毒其甘多难走求黑与其恶名你得留他们定人名沙婆达更坚当有落花山其来留谁佛法不
马有地杂马欲来目间奇闻在望地西八九不可以度观见作日地流有地收地地作上流来上上特高文的特通花朵为亚山的地花转天中康达阳雨天中中不刚晚佛天在日斗给天大密在我这九九九康达雨亚山然海南飞与之水中有谁中与不与天与给之秘有木海之木抽阳牛有文大转世猫圈六宇宙三三地这里有李飞地克公呀，大公求严德杂多克修呀，师罪求多杂德旁如佛李以及师明定在目击西如在大大阿天天地春而不眠轮梯雨。南俱美尼布布刚在以非南敌天地温阿大玉东地非北波阿天阳东阴阳九宫学其害阿东雷九阿修贼吕以修东春吉玉牛来最三吉不悲修吉天风生玉卷吉吉庞庞东北东孙天西南东十七菜揣吉吉不阿吉玉大公给自伤害当烟母毒其三秋当佛阿修吉来化三以爱真伤佛年日全来九度西不刚复原的台北复西面当来都怀阿流光富飞南建林真阿大修呀修来大德地花过修呀严当最共最不密与修全否一堂共三合连共来过杨玉全你当元元大佛亚斗观大布挂书敌见观临杨之荡共花心生元敌花天元佛上佛大大观该佛以天大来明德元在张中地大观见通日啊九如佛独大吉夏特格吉非普大悲悲吉南大无非悲吉东大利欲闻名修吉大光复最大东复非普九皇通居大商最嘎尼九台最尼迪利亚
秋寒冬，迎欢达春落冬，秋花飞露共梨花酒，餐台有瓜盆共日日南阿包子，日台南其南埔台南埔西南子，点都玉玉海北都白头，其相日人间同安田园，西南提南都子大日共沙衰诸岁日念虽衰，其东北王张元方地南欢地面海春元给南坡迎欢日秀日雕南派燕接甲而东化岁流其非南若若去海春如有其东坡岁密敌海东州连续大比南建欢家大基楼港包大气营转抗而南九基基金而居二居给反复南太阿转言之反复刚在谢二消亡二骂公有功臣与之取今日天德之功我特独一女鬼一女斗六九二三女夫子一女佛南东昂九句北斗营九昂七化阶句大雷坏十里岁月归去言短谢女元追子宁谢祭元二日分年独敌地张吉天南斗地母吉地石开你有泪望拔普地真盘，又有一才，超然远俗，而简浅沉木，见义勇为。其师正博于孝廉，家珍甚器重之。治学后，者有女学皆要四种，议论博雅，大有关于世道人心。习乎以为遭兵险，尽赴祖龙。去丘大吉都人士唱设孔孟之会，遐迩闲慕其人。又为海城丘书元先生所亲养，寄书包于，
中原大地乃巽海邹，未坠斯文，其为五子之语，曾搓甄盘所撰元起，登诸新加坡天南报读，并主前横滨大同学校教习陈默安哲论复报，以表彰盛举。一书源于甄盘，可谓秦文兼治矣。而甄盘此举，其不足为本导增光乎？今年春，甄盘丁外兼，独李于贤，游历台南北山水，以遣悠悠，入野蛮之部落，访太古之遗民。行经所指，到处逢迎，足迹所经，山川深色。其过大甲铁砧山，提镇延平王庙有诗云：当年王气已全收，庙时空山二百丘。自古兴亡无定局，昆阳依旧向东流。无限感慨，一往情深。此外既游嘉时，与精彩灯捉住，台阳诗画，资不复坠。晋回子秀出此书见识，深起老甄此行所得良多。观其书所载，全台景物包括无疑，成足未初学之精良，开后生之志识。仅乏数语，以致不忘。庚子冬日，沧海一名有竹题。注释：美岛之意。台湾与冲绳及澎湖诸岛相连，冲绳及琉球岛今改为县。本岛南势北纬二十一度五十四分起，至北部二十五度十八分，西方东经一百二十度七分起，至东部一百二十二度十五分。台湾幅员自北端腹肌角起，至南端南甲地方止，即常有日本里凡百里序，东西约三十里序，将近南端，其幅甚狭，如丙行，凡日本里一里，和台湾里六里之数，下皆仿此。台湾四面皆海，为积水岛屿，隋炀帝大业三年，令朱宽入海访求一俗，遥观地界于波涛之间盘旋蜿蜒，形若流凶，故隋时称之曰大琉球，即今台湾是也。相传古奔城人亦常至此。自唐至宋，称台湾曰毗舍耶国。毗舍耶，印度梵语也。日本古代航海卫业者，亦常游于安平之地，呼为塔加沙，亦即高沙也。由之西洋人称台湾曰皓月摩沙，亦即美丽岛。明记呼为东藩，正式命名曰东都，又曰东宁，后因避庙会改为东营，其实皆指台湾岛也。明成祖永乐末年有志富强，遣太监王三宝航游印度诸岛，采风问俗，归途遇风漂泊台湾，是为汉人入台湾之时。海贼临到干岛，日本西岸无赖之徒沿海漂掠，明嘉靖四十二年都督于大游破之，到干拜走入台湾，居住数年，杀戮土人，掠夺财宝，乘舟往广东而去。福建漳州府人严思齐，字正权，聚众据台湾，引倭酋回翼王，自称为日本假罗。假罗据魁之意也，时全南安县人郑之龙亦附之，始建安平镇，即思其死，之龙乃成其后。明唐王龙五元年，清顺治三年，之龙时已为南安国，辅佐唐王，即为福州，掌管闽粤兵饷，稍专横，蓄意志，私与清人通。即唐王即位，之龙遂降于清。
明熹宗天启元年，先是荷兰人来求布氏帝弗许，又以重币，乃与筑一城于海边，土人呼为红毛楼，置题李直，后有名贵达尔者，被兵守之。西班牙人派遣吕宋之都府，以保护支那间之贸易。于西历1626年，明天启六年，占领基隆；越三年，又占领淡水，筑二城于两地。待1642年，崇祯十五年，被蓝人以兵力逐之，退居于澎湖。蓝人独守，甚恨报。日本长期待官末次平藏与之隆交好，遣商船往福州贸易，过澎湖，被蓝人劫掠无疑，仅以身免，归告末次。怒甚，托长崎氏人兵田弥兵卫复仇，许之，遂率子弟及士人来台，闯入荷兰领事馆。弥兵卫左提贵达尔之金，右取匕首，众不敢进，因责其前日之罪，捆缚将归长崎。贵达尔流涕谢曰：“我实有罪，然我去则国人乱矣，请以子为职。”弥兵卫乃捡蓝船改归长崎，囚于大村岛之狱七年，将赦，寻死。成功，郑芝龙之子，名森，字大木，文武兼备，名次国姓，父将将亲，哭谏不听，自律师事欲恢复名士，永历封为延平郡王。众号八十万，大举北上，直欲进取金陵，不从甘辉之见，以致败走，屯军厦门，即满汉大兵来攻，成功遂率师东渡。成功至台，乘荷兰领事之交别，以二万五千兵直破上路，待与蓝人战，曰：“台的无先人所开创，无复故土，历一岁而蓝人乃退归爪哇。”于是开垦置田，百废俱兴，又召集闽粤之民。澎湖乃台湾出入之门户也，遂改东名赤看城为承天府，至天兴、万年二县。清康熙二十二年，水师提督施琅以战舰三百、水师三万进取台湾，汾州百余艘，杀台兵万二千人，郑克爽遂降。克爽者，金之子，成功之孙也。康熙三十五年，新港民无求反，越三年，吞销土官卓介兀雅生作乱，为己诸罗流却作乱，至六十年，知府王征税敛苛月黄谷等因众不服，遂谋乱。一跪四押未业，群押皆从其指挥，众议之。黄谷等因众不服，遂举卫守，集数百人，使总兵欧阳凯千言出兵，由吉州应龙遁归，参将苗景龙败死，一贵等聚集匪类，先取府城，即献诸罗，仅七日而全台俱陷。厦门水师提督施世彪、总兵蓝廷珍相继率兵渡台，大破一贵党，一贵败走，为村民所擒，遂见求送北京者死。爽闻彰化县大理一街人的显足强，结天地会以为集群之计，使总兵柴大济及知府孙景遂调兵三百往捕，误执良民，焚杀无辜。爽闻臣民怨集众攻营，景遂军大败，其将力死亡者甚多。凤山县民庄大田一级党攻陷一城，柴大济固守府城，大田更遣重攻诸罗城，兵民协力共守，大田昼夜围攻，并掘粮道，
大祭前遣人奏请援兵，高宗干隆帝览奏大悦，身加居民之首义，能助大祭，乃改诸罗卫嘉义县，及援兵至大田，遂被擒。拦路周先生有云：台民好乱，如蛾戏灯，前者即死，后者复至。陈光爱、陈全、苏叶、张炳、陈便相继谋乱，虽炫起而亦炫灭。同治元年，戴万生起乱台湾，现彰化斗六城池，戕害正道大吏纪文武元变，窜扰淡水、嘉义两属，时曾远福、岑玉民、丁约见及林文察、林占梅等协力率兵超灭。光绪十年，法兵犯台，侵入基隆、福建陆路提督孙开华、台湾钦差防务大臣刘铭传及统领林朝栋协力拒敌，未几，寇平。至十二年，乃设立机器局，架设全台电线。十三年，又敷设机车道。光绪十一年，刘铭传授台湾巡抚之任。十二年，奏请调查田甲，设清副局、抚垦局。当清账之时，人心汹汹。至十四年，施九段遂集众起乱，攻彰化城，未几，败走。沧海桑田，迁移无定，此乃世事之多变耳。其荷兰人有相传谶语云：台湾产金，太盛之时，必易其主，然以金观之，其然岂其然乎？兰人之言，故亦未足深信。光绪十一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订约，载明翌日朝鲜有事。日清两国欲派兵往，必先互行之兆。即二十年甲午，朝鲜有东学党之乱，时袁世凯驻朝鲜办理商务，电至李请派兵驻超，复怂恿韩王起师中国。鸿章遂派海军赴仁川，乃召会日本。日本亦派兵前往，时乱党已解散矣。韩廷请中国撤兵，中国不允。日本乃与中国议，干预朝鲜内政，助其变法，各执一说，亦有不协，遂至兴荣。海陆清兵屡建败绩，至甲午之冬，中国舍求河外，更无长策，乃命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为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在山口县赤马关议定条约。其第一款任命朝鲜独立自主之国，第二款即以台湾、澎湖列岛让与日本帝国，以为台人文割地一城，大为激动，召集义勇数万，为守台济，唐景松守台北，刘永福守台南，林朝栋守台中，邱逢甲以为南北皆援军。改台湾为民主国，群拥立巡抚唐景松为一名总统，全台兵勇称有二百余营，其实皆乌合之众，不足以有位也。清廷命李金芳渡台，在三雕湾内指交全岛于华山总督，而禁卫师团长能久亲王遂律师来台，朱营望风自溃，转战数月，南北尽荡平。台湾治乱严格，大略如斯，兹在举教欲戒而参酌之。台湾文教召自营县沈思衍太仆，明光文后太仆而东渡亦设教于台者，为华亭徐都御史明福远、郑成功常从学于徐君。渡台后优礼过太仆，君自叹如司马长卿入夜郎之教甚绝。
明永历二十年，震惊在台建圣庙，不学制。清康熙四十三年，建崇文书院于台南城。五十九年，建海东书院。雍正四年，建回楼书院。乾隆十年，建白沙书院于彰化城。十八年，建龙门书院于斗六。二十四年，建玉峰书院于诸罗城。三十年，建明治书院于新竹城。三十一年，建文石书院于澎湖之文澳。嘉庆十七年，建仰山书院于宜兰。十九年，建凤仪书院于凤山。道光四年，建文开书院于鹿港。十七年，建文甲书院于蒙峡，后改为学海书院。光绪六年，建登营书院于台北。十二年，建澎湖书院于台南。十三年，台北设西学堂，又建英才书院于苗栗。十五年，建弘文书院于台南。十九年，台北建明道书院，基隆建崇基书院。至日本领台后，各处皆设立学校也。台湾面积有二千三百方里，比日本九州可与之相伯仲。本岛海岸出入为北部居多，其全岛海岸现时不及九州三分之一。西部之间海岸甚浅，除南北二端之外，亦皆远浅不善之区也。东部水深，断岸甚行险峻。如此四周，疏少两港，东有太平洋，西有海峡，位最浅，其最深者，为澎湖及台湾之间耳，然亦不过三百三十尺。咸丰十年，天津条约继承，许以淡水、基隆、安平、打狗四港位通商场，待日本领台后，亦如之。此四港与苏澳口皆属重要之地。淡水前称护卫，其中可以泊巨泊者为澎湖岛妈公而已。其西海岸则有大安港、吴七港、图格窟港、布袋嘴港、东石港、东港、狼澳湾、车城南湾、竹堑港、鹿港、社港。东海岸则有卑南、毛地、花莲港，北部海岸则有金包里港，既有十四、五小港。自南甲及旧县高脚及山脉以西向北一里，有狼澳湾。同治十三年，日军一师从此的上路。其北有社湾、丰港、东港、打狗港。其打狗山在海上遥望可见。打狗港有一大咸湖，深井七旬，然西南海岸为此唯一安全港。由此行可十里，有一处米台，其北极安平泊的。国姓港、鹿耳门、帆船泊定之地，自安平港以北至大安港之间，皆海岸沙丘相接。此海岸湾港为鹿港、吴七，其北面则有大肚溪在焉。大肚溪以北，丘陵起伏，列近海岸，如香烛之势。自大安港以北，可接通霄、后垄。香山在新竹之西南隅，由新竹以北是凤皮尾，自白沙角至淡水港有十余里沙丘。淡水港东有基隆湾，基隆一名基隆，因湾口有屿，四面峭立，其顶稍平，形如基隆，高有五百八十尺。马索半岛在基隆港北西三里许，海中突出，其北西角有一小山，名之曰者山，高约二百五十尺以上，自南至西北。
以下自南端至东北，由卑南、水尾、花莲港、奇来及新城、南澳、东澳、苏澳，又北风澳。基隆崖高有六千尺，港内溪滩水急，舟不易进，须是风平浪静，用土翻迁缆上滩，入于大溪峪湾而大洲步不得达。台湾山脉高峻，南北连亘，如全岛之脊梁遮拦于其中。稍近南方，在嘉义之间，有土壤凸起，高峰插天，有1285丈，此山为台湾第一高峰，岛人呼为玉山，西洋人称为毛里顺山，入日本版图乃改名曰新高山。嘉义山、傀儡山亦重叠在此山脉之中间。嘉义之近傍有大武猛山，崛起嵯峨，沿及木冈、大冈、小冈而散布于南端。本岛中央一带有一万尺左右之高峰，互相连续，故台湾有高山国之称，常有白雪峰于其上。自新高山以西之地方，溪谷纵横，其丘陵亦多绝浮桥峻也。台北头围山、大屯山及三貂岭亦最高之处，按头围乃嘉庆兼吴沙所开辟。此山脉自然分为东西二界，过三貂岭及宜兰之地方。基隆岛上有火山岩，高660尺，扼于基隆湾口，观音山在淡水河口。宿淡水河之高原尽属丘陵相连，其势蜿蜒，由大科看达至竹堑之间，竹堑及新竹。东部乃深翻的野蛮丛杂之区，山路危险，跋涉为艰。山脉之外，近于海岸，又有一带山林。苏澳山脉亦多仄立，遥望之间，横深秀色仄立山高之状。河流水最著名者，花莲溪、卑南溪、秀姑峦溪，然不能通行船舶者也。本岛西部是颇倾斜，土壤肥沃，但此河流短浅，土沙急流，河水长滞。台北淡水河，其源发自北部山中，河大科看溪、新店溪、基隆溪诸余波，其河口及淡水港。大安溪在于台中，由社连山发源，溪流而入于海，而其溪口即属大安港。台中大甲溪，其源发自岸里内山，从牛骂溪分流而入于海。浊水溪、清水溪二溪之源，发于水沙连山，河猫丹，满满之浊流而为浊水溪。虎尾溪，从牛乡处二山流下，北分为东罗溪，又南会阿拔泉之流而为西罗溪。阿拔泉发源阿里，过竹角山为阿拔泉渡溪入于虎尾，四溪千河，错杂而清浊分明，虎尾纯浊，拔泉纯清，为东罗清浊不定，皆入于海。大渡溪从南投山发源，绵延而出，曾文溪则从造把年内山发源。台南下淡水溪，从八六溪发源，从赤山冷水沟相会，流入于西南海。此河流颇广，凤山近傍多平原，潜滋灌溉，其河口即是东港。其他溪海岸有牛稠溪、八掌溪、笨港溪、东罗溪、大渡溪、后翘溪。其东断崖之间，
有瀑布泉急流于浊水溪稍大，而苏澳湾北三里水清，颇利灌溉，筑于嘉里港。其他若其来河、黑石河，亦稍有名。水社湖及水沙连湖，在浦里社、集集街之间。此湖风景甚佳，中有小屿，帆绕屿为屋以居，刘巡抚名船常设身帆学堂于此。赤山湖在赤山顶，其源出赤山溪，喷火坑在大屯山，深五百余尺，其径千余尺。大贤湖在打狗港内。大屯山有喷火下裂，硫磺水蒸气喷出，又苏澳径放碳酸冷泉涌出，重瑶山咸泉，凤山县仁寿里滚水山，皆天然涌出之泉。温泉宜在此滚水山顶，宜在台北北投，设有浴场。基隆径放有明灰板岩，其质软，色带青黑咸。砂岩色黄细黏所结而成。淡水径放有明灰岩甚广。分布西南，沿及安山岩、及块岩、石灰岩等处，马里顺山西部有黏板岩、砾岩、石灰岩，大肚溪以北有明灰岩，打狗山以南有石灰岩、黏板岩，是砂岩所成石炭床、铁矿床。极南海岸有石灰岩，其状若锯齿兽类，东部海岸则有珊瑚礁。台湾岛中矿物甚多，成海外一大富源也。本岛石炭多产于北部基隆、苏澳、新竹、苗栗及南部恒春，然最良植为基隆径傍暖暖皆未盛。淡水东北一里之地及南部苗栗山中皆有石油涌出，然品质不佳。大屯山旧火坑流直喷气，周围岩石美露，有黄色结晶可以采取制造，产额颇盛。基隆河上流之间砂晶最多，大粗坑及红头与顶翼皆有产晶。本岛石灰岩处处皆有之，但制炼之法，土人只烧其介窍，不知别有良方。永长也，可惜矿脉多在番界内，故难知其详也。植物之类，米谷蔬菜，南北及中央大同小异，凡南被宰。举将一名寒天菜也。枇杷为新竹、中港产味佳，一名通草。宝从聚之味也。凤梨本岛最盛，蜜柑以西罗产味第一佳。此数种人所常栽，到处皆有之。此数种略举其盛者，于凡难载。榕草巨茂，与东运稍别，竹之门有十余种，刺竹、长枝竹、凤尾竹、麻竹、空寒竹、芦竹、生竹、金竹、毛梨竹、桂竹、观音竹、人面竹。深山空谷之中，花卉丛生，樟树覆空，常有幽兰生其上，香气遥闻。又百合花及炫花之类，处处皆有，其色烂漫可爱，令人一见悦目惊心，皆天然妙趣也。西洋人故称美丽岛。金线连生于草木丛聚之间，未经人见，鸟不敢食，故人一见当随手采摘，不然炫味鸟食矣。其味清淡，用以治血症甚效。本岛山中有暹罗豹及西藏熊，享由该国所传来者。
又有五属，隶属及穿山甲、蛇、鹿、猪、山猪以及猿等类。雨番树帽，水产鱼类约有数百种，海岸处处多有设牡蛎塘以养殖者。台湾植物、动物包括东南亚细亚及南部诸岛，大概与温热带地方物品稍同。台湾古代遗著之名，皆自乌来由与吕宋、比律宾诸岛人种传来，其言语故与之同。其后闽省及广东人相接踵而来，故闽人称本岛广东人曰客子，又呼为客郎。始与生番争的田土越广，然性喜争斗。乾隆47年，全漳人分类械斗。52年，闽越人分类械斗。嘉庆11年，全漳人分类械斗。14年亦然。道光6年，闽越人械斗。14年亦然。24年，漳全人械斗。咸丰3年亦然。4年，闽越人又械斗。也番原在海岸，后渐被汉人征逐，乃前退入后山，故是汉人如求，后有规划者。其一不敢政府黄封，谓之熟番，信妥于职，愿归管辖，纳租税，守规则，不复杀人。番族分为三种：百安、知本、阿梅，其间为百安为最强之族。生番皆以头颅多少关系名誉威严，且以此为最上镇家宝。头颅多者，其他设亦甚敬重。牡丹社即百安种族。清同治10年，牡丹社番曾杀冲绳县小田民。明治7年，清同治13年，日本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事务都督，绿军建制台湾讨生，守二番，又命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为特命全权办理大臣，差赴清廷，与朔公亲王往来论议，将不协，为英国公使威妥马居间调停，亦赔偿费金50万两，立通归，从道义镇女孩。知本族体格比百安稍小而肥，性温柔，手腕手多有搭青，纹身以标其高贵，衣服多用水牛皮，日以农务及渔猎为营生，寥堪自慰。阿梅族相传为近海巨船破南水夫之子孙，性质温和，比他族毛发较多，精力稍强。乌鬼番即印度北方山地及南方海岸西鲁岛所传露纳与伊塔之种族，肌骨皆黑，入水不沉，走海面如平地。其实各国以争斗攘争卫士，所掠人口，活者似红毛巾货，售卖为奴，死者晒干剖食。当荷兰具有台湾，即以此种为奴隶，故土人称曰红毛奴，分布于台南、凤山地方，后被泉州人乘夜放火尽繁蔽之。今该处尚有乌鬼桥、乌鬼井及乌鬼铺。桥者觉得长的玛瑙奇石，近荷兰时所埋也。诸番风俗习惯大概相同，各分部落，以自约束。遇有重要事，腰系铁铃，走于村内，或在高树上集夺，则诸番闻之皆到酋长处会议。既然群聚，唯命视听，酋长大抵世袭，或由推举。番人常有因小事起祸，互相斗争，妨害渔猎，甚至定期决战，杀伤人数，负者赔偿，依然平和。又最近能报仇之人，以为义务。
凡有亲近被人杀害，必欲追踪抱怨，以所得头颅作为酒具。耕作之物为苎麻及大麦、粟、烟草叶、瓜诸类，粟为一年一获。又有亚麻、生姜、甘薯及玉等类，以为食料，其疾病先知医药，为以熊胆胃卫生之用。生番祭祖先之神灵，必先以酒滴数点鱼的，为谢地下之冥冥。婚姻之礼，非由亲定，男女自行其权，为求长位之周旋，依然难娶女嫁，为之本种族则以夫坠妇家，宗挑程序亦与他不异。然生番男女之关系，盖属严格一夫一妇，不能娶妾，故有夫之间定为第一罪恶，其无夫之间亦须罚。番人种族祭葬多少一同，然大抵以牛皮或鹿皮包尸，凡死者衣服兵器皆置于墓地，以食覆之，非亲族不许进，每年以物祭。番人遇有事故，必听鸟音以定吉凶，出门之时闻有鸟音，家者未吉，悲者未凶，至于住居构造温和与残忍大不相同。如百安种族常于丘侧穴居，虽污物积满，至于生虫彼亦不能耐，然后乃转居。卑南近傍之之本族及阿美族，则具天然要害之处，编竹为屋，以于大树之下，或以松枝盖屋周围，树木繁殖，仅留一小径可通来往。有时出山与岛人贸易，为交物不用银钱，谓之投换。番人以内山土产之物，如通草、木屑、金石屑、金线莲以及熊胆、豹皮、漏藤、苎麻及芭蕉、布、鹿茸、鹿鞭、鹿皮，而岛人则以刀铳、弹丸、盐、沙、螺壳、珠等一支。明天起六年，有荷兰宣教师来台，教化吐蕃，至永历二年，乃设立吐蕃教育学校。清康熙三十四年，台湾知府晋志阳设立熟蕃社学于台南地方。雍正十二年，各厅县皆设立吐蕃社学以教化熟蕃。光绪十二年，刘铭传在台北设立蕃同学堂。沈文素公保真，字汉语，一字幼丹，同治十三年奉旨巡台，是牡丹社视频，乃一开蕃的旨引行，遂开南北两路之山。南路以同知袁文拓、副将李光等人之，自昆仑保至大石岩，直抵卑南。北路以都司陈光华、总兵戴德祥等人之，自新城大清水溪至大浊水溪，直抵其来，计二百清里有其。如此经营，臣不畏难。台湾土地沃肥，春夏秋冬，风雨衣食，以下问产业。本岛人种，其始乃乌来游人移住，故其农产种子亦皆自乌来游传来于此。其后汉人来台，始就荒地拓殖，以广耕作，沃野充满，逐成富庶，其稻一年可收获二围。灌溉之法，专及溪流自最高田地渐次流入于最低，颇称便利。其肥料为用人粪尿、豚粪及落花生油粕。收获之时，不论远近，用木制二轮牛力车以供搬运。首级稻谷，次属甘薯，当成熟之时，有长至尺余者，然为台北陶资源所产未佳。
此乃道明日用之食料，其他物品亦甚妙。本道糖叶、茶叶甚甚，其落花生堪为食料，并可制油，输出法国。大豆有黑色及黄、白色三种，可以制油，其籽则可做肥料用，胡麻亦可制油。本岛麻泥自然繁茂，其长有一丈内外，圆直飘水白色，与绢丝相似，可以制布及绳索，输出甚多。凤梨、芭蕉有美丽嵌尾，吐蕃常用以制布。本岛所生纸桑堪为制纸原料，纸火强韧，可以做油伞。大甲、院里及房里所产之三门草，直白而柔，该处妇女常取以织席，能成鸟兽花卉诸形，谓之交纹席。数年来竟能织成栗子及票包、烟袋，精致可爱，销售甚广，竟已有设立公司。通托木生于原野，俗称通草，长六尺以上，用刀口薄成纸输出，每年约达十余万元。棕榈可做蓑衣及绳索，藤可用以做家具杂物。东部千山万壑，古树甚多，不计其年。其间美材甚多，如烧楠、油杉、厚壳木、薄皮树、松萝、松柏、杉杉、赤皮、鸡油木、红鸡油木、乌心石、九胸、红厚壳、南滋乌皮、石林、毛柿、梧桐、相思树，至于番樟树可以炼制樟脑。台湾渔业，西海沿岸自安平至打狗之地最盛，渔民有二万余，渔法火巧，其鱼类与日本近海之处略同。此树种为乌鱼捕获最大，稍有著名，鱼力最盛。乌鱼可以制母儿，俗名鱼子鱼，粒种玉叶，南部海乌最盛，无处无之。分亦使也，台湾为马最少。鹿及昼生于山中，少有饲养者，为自栖止。本岛工业最大，不只有盐、樟脑、茶、糖等件。康熙四年，正式参军陈永华使在台南以天日制盐，清政府设局专卖，即光绪二十五年，总督府亦定为专卖，其制造厂南部地方居多。樟脑产额全世界，台湾称第一，其制法亦使正式具台之时，五十年前制脑稍盛，输出可薄巨力。光绪二十五年八月，逐定为总督府专卖，查一本岛重要之产物。其制法有二样，一名乌龙，一名包重，品质出于大陆及席兰之上。砂糖南部产出最盛，近来总督府大加奖励，制糖公司博兴。本岛沃野最多，物产富盛，然道路险恶，搬运为难，自留明船开铁路，设油店，交通之道开而商业乃盛，输出之品最盛，为砂糖、茶、樟脑、石灰、硫磺、其他苎麻、姜等物。输入品福州、泉州、宁波食物、器用及外国水油甚多，以及丝绸、蜀锦等件。输入品最大宗为阿片，其次即鳞寸及毛毡、棉等。鳞寸一名自然果。本岛南北二部气候甚大变异，西南之地天气颇温，夏季多雨，冬期天气清朗。西部之间夏季炎天赫赫，
温度30度以上，极至冬天，寒气迫人，山头常积雪。台湾海峡北向风力最猛，夏秋相交之际，暴风雨有屡送袭来，损害甚多。北部之地，冬春二季，雨量最大，是从日本海流之水蒸气所发生。东北信风自秋至春，此海流经多量之水搬运而来，冲突北部山脉，其水分沉积所致。秋季西南信风变为东北信风，雨急旋降。本岛东部峻岭重叠，西方有一带海岸，东北风常从此峻岭而逾，西南风携热带之湿气，由此里而推之，故夏其多降雨。本岛山海之间，烟雾常覆，此乃瘴毒，不可感触。台的故多震动，然为夏秋之际，雷雨交作，地震未常。以下叙都邑，原依光绪21年当时行政机关而分别也。盖自法兵犯台而后，清廷之台湾不可忽诛，原改台湾为一行省，特设巡抚部院，仍属福建总督辖下。至23年，新设部政使，即已从来分巡台湾到一兼代按察使衔，其统属抚州厅县等如卷首图解，资不坠。台北府四面山峦，其南有新店、大科看两河流达于淡水河沃野，矿间府城，周围皆石壁，乃流民船所建。台湾铁道即以此的为基点，今设有总督府，东西电气灯，街上人力车往来，商贾云集，成台湾一大都会，其人口约有20万。蒙峡在台北府西南，临于新店河，巨商甚多，商业繁盛，其间有龙山寺，亦甚著名者。大道城商店并列，制茶之业颇盛，又有德国及美国之领事馆在焉。护卫港，今称淡水港，乃商船浮奏之区。基隆港距台北府东北日本里数9里，自淡水港起，海路有12里，此处前置一厅，港内颇广，可容大舰，商船出入，为此最多。蓝县一大沃野之区，周围土壁环绕，熟番住居甚多，信行耶稣教，人口有7000余。苏澳在东南于海岸，距宜兰7里许，港内水深，可容数舰，此的与深帆相接近，故常与之袭击。新竹县在西北平野，四面石城，近傍田园远开，物产甚盛，人口有10000余。大科看界在台北新竹之间，西南山中城邑都会，看畔桃花繁盛，与游历到此，爱其风景甚佳，思亦名为桃花看。此的与深帆接近，设隘寮防备，书籍严密，人口约有10000许。苗栗在乱山叠嶂之中，至一大邑，其地与帆境相通。后翘河即从此苗栗而发源，路颇多奇，铁道亦从此而越。苗栗西部即大甲溪，自大甲溪以南，可达鹿港、无栖一带地方；自大甲溪以东，可达云林、埔里社一带地方。台湾府即今之台中也，其西可通彰化，石城环绕，人口约有20000余。诸罗及嘉义也，在彰化、台南之间，
一时城环绕，其人口约有一万五千余。普里设在彰化城之东部，人番杂处，村落有十余，此处前曾置一厅统治。鹿港在彰化之西海岸，与泉州相对，为最近之港，商船浮凑，货物聚集，可称大有。本港商船出入颇盛，由本港过侯树港以南，平野旷野，孤田间诸水位湖，舟主昂然，可容乘波，其流出诸小杯，亦与土地公港会，大汉永不顾，舟中村落名为荷包渔庄。台南府古为台湾第一都会，昔日正式定都于此，其家屋皆壮丽，街道用石筑成，其府城亦石壁环绕。与台北同是大都会，其商业颇盛，人口约有十五万余。安平街台南府之西南，有古之赤看城，其港口及安平港、砂糖、樟脑输出颇盛，阿片、棉布输入亦多，人口一万五千。打狗在台南府南十里，近来港底渐浅，出入巨薄亦少。凤山在打狗东北三里许，土城周绕，人口五千余。自此的通卑南番境，却有二条路，卑南多之本族，村落亦多。恒春在本岛极南地方，山岳重叠，民番杂住，牡丹社番集在此。南甲近海岸礁并列，海流急激，暴风常起，设有灯台，警示海上，其西即是狼澳。狼澳距恒春相去时不远。东部水尾之地，前至台东州于此。卑南在水尾之南十五里余，其番社共有四十六，其道路二条，可通凤山。番社人迹罕到之地，是以南之奇祥。台湾属岛甚多，然为澎湖为最要地，其地质乃珊瑚岩石所成，周围二十余里，凸凹颇多。澎湖既有五十五屿，澎湖、渔翁、白沙三大岛，鼎立回报，港门北有大烈岛，南有船棚岛、鸟岛、八兆岛、矮船岛等。马公港内颇深，宫城在马公港之北口，乃诸岛首府，前见澎湖厅于此。此岛草木甚少，仅有桑树、榕树，然树木多曲曲枯焦，为粟、高粱、落花生、甘薯、蟹、白菜、豌豆、南瓜、西瓜之外，更少生殖，且乏清水之源，因米麦不产，皆以鱼类做交易品。台湾西南有一海岛，谓之小琉球岛，一珊瑚岩所成，渔夫常住。红头屿距南甲东二一里，周回约十里，其土人与深番相类，然性稍温和，唯以渔业、苜蓿为生计，谓之稼穑。椰子树甚多，人口有一千余。火烧屿距于红头屿北十七里，周回三里许，乃石灰岩所成，有产米谷、玉蜀黍、胡瓜、蔬菜、果实诸类，岛人以树叶砌成为屋，甚好棉布。归屿，西洋人所称为斯梯幽岛，在三雕角南五里，形如圆锥，两峰屹立，高有千尺许，居民甚少。此就全岛及诸小岛，继续其分明，以作地理三字经。若能熟读，非云无益，然百闻不若一见，欲开智识，宜游历未要。附录：
台湾说略，台湾三字经，维基文库，自由的图书馆，跳至导览，跳至搜寻，台湾三字经，作者王石鹏，1900年，姐妹计划，姐妹计划百科。以下的注释皆为原作者注释。台湾文献丛刊第162种，卷首有《旧政府行政机关图》，书后另附《台湾说略》一卷，不着撰人。其内容与《台湾的渔权图》所载各府县渔图说明略文字相同，为各题略去渔图二字。文章还没有进行过校对和格式化，或文章还不全，不能保证任何部分可靠。维基百科标志，维基百科条目，王石鹏，台湾三字经目录，一字序，二旧政府行政机关图，三台湾三字经，四网跋，五注释，六附录，台湾说略，自序，台湾昆阳一湾岛也，其呼大湾，因其周围近水，故以台湾名之。或曰，荷兰人筑城如台，在于安平昆深沙县，沙环水区城湾，因名台湾。要知，不离海岛之称者近是。山则崔巍万叠，田则高于万顷，舟楫可达，林木郁苍，西洋人常以皓月磨砂称之。宜东望日本、琉球，南属吕宋、菲律宾诸岛，西对福建、广东，皆隔一衣带水，曾无藩篱之弊，此不可不知之事也。地台湾自古无专书可考，隋书所载曰大琉球，唐宋以海乃有皮舍耶之称。皮舍耶者，印度梵语也。皮者，为的一道古之意，舍耶即庄严也。然皆以海外置之，不通英文。至明中叶，始知有台湾。未几而岛夷海寇相继窃据，清初收入版图，300年来遂成富庶乐交。待以未之际，白马蒙尘，又遭洪洋劫患。19世凡以与馆见，凡书籍有关于台湾者，既有300余种，层出不穷，难以全阅。语用侍妾有汉焉，私欲即为一书，而未得其暇。庚子春淼是在台北师范学校，皆家电促归，遂丁复监。居乡独李于贤，原不揣不漏，采诸家之杂说及从东文一出，编成韵语，仿宋王伯厚先生所著之三字经体。因言曰：台湾三字经，手续未至，名称至乱，严格继续翻布种族、山川、物产及经济上之事业，莫不略举其端。虽曰地理，而历史欲焉。夫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昔人五尺童子，皆能明五洲万国之俗。太阳地球之位，无人深思，常思而不知思的知识是物物，亦可修乎。古者周礼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图，用之地域之数，遍其山林、川泽、丘陵、坟眼、原师之名物，遍其邦国，都比之数，故有土会、土夷、土君、土归之法，
而大司马之职，又有职方士、训方士、土方士、怀方士、和方士、秦方士，无非为地理记者。是地学屋可乎乎哉？大丈夫桑乎彭史，志在四方，行将驰驱万里，游历五州，倘不知山川形势，难免迷途入坎之余。西普鲁斯之将绝法国也，普兵皆藏有法国地图，故旅法尽如入钓游之乡，其祸亦故不待言矣。兹与之作此三字经者，盖欲为本岛同盟是其捷径，且便于口头熟读故也。或为台湾特其小焉耳，区区地学何足以广其见闻，然行远自耳，登高自卑，前程远大，不得不先于此开其端也矣。光绪二十六年庚子端午后三日，王石鹏甄盘自叙于新竹乐安。旧政府行政机关图。PD Icon SVG 这部作品在1924年1月1日以前出版，其作者1942年逝世，在美国以及版权期限是作者终身加75年以下的国家以及地区，属于公有领域。这部作品也可能在本国本地版权期限更长，但对外国外地作品应用较短期限规则的国家以及地区，属于公有领域。分类 25% 王石鹏1900年 PD O 负75负1923导览选单尚未登入对话贡献建立账号登入页面讨论繁体阅读编辑检视历史搜寻首页社群入口近期变更随机页面说明说明写字间方针与指引所有页面联络我们关于维基文库赞助其他专案维基百科列印斜线汇出下载为 PDF 工具连接至此的页面相关变更上传档案特殊页面可列印版静态连结页面资讯维基数据项目引用此页面语言新增连结此页面最后编辑于2018年11月20日周二15点10分。本站的全部文字在创作共用姓名标示相同方式分享协议之条款下提供附加条款亦可能应用。请参阅使用条款。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大陆、澳门和台湾，作者精神权、含属民权、永久有效，详情。Wikisource Register 和维基文库标志是维基媒体基金会的注册商标，维基 Trademark 是维基媒体基金会的商标。维基媒体基金会是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记。